REACT React 同行全民減肥。未開箱已經結束，未開箱已經結束，未開箱。近年好興嘅速食時裝 fast fashion， 以平價作為賣點，令到人買得多之餘，亦抌得快。呢件衫唔要了，每逢專櫃就有一大堆衫要抌，有啲可能你著過，而家肥咗著唔落啦；有啲可能係隻色已經唔興啦。又变翻着黄色衫，又变翻着黄色衫，就眼望下好似绿色衫。有统计指出，香港人每年弃置110,000吨纺织物，相当于每分钟抌成1400件 T 恤，足以铺满25,000个香港大球场啊！至于着都未着过嘅衫就仲夸张，时装业每年生产嘅1000亿件新产品，当中竟然有40% 系从未卖出过或者从未着过，咁咪即系未开箱而拜拜。拜个数大到都唔知道用咩去比喻啦，总之就系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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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咁多好头痛咧。唔使头痛，以后买之前停一停，谂一谂，咁咪得咯。得闲咧又整理一下自己嘅衣柜，真系唔要嘅衫就送俾人或者捐出去。Nice. 再唔系就可以摆上二手平台，帮靓衫揾下一个主人。记住，我哋每个举动都可以塑造未来，一齐 React 同行，全民减肥。今集的问题是，时装业每年生产的新产品当中，有几多%是根本从未售出或者穿着过呢？